嘿、hey, 我来了，好像有点久没有分享穿搭，多了一只新成员雪小汪，好萌哦，他小肉垫。有没有常会换新布景给你们看，要感动一下，非常的用心。今天的穿搭也是去年我有买的购物网站，很好买的韩国网站啊，因为它就是很平价，网站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活动之类的。优惠活动我最后再跟你们讲，每次就想说要买个5000块左右就好了，就会不小心买到8000-9000块实穿的东西，就会加了很多到购物车。以我平常购物的数量来说，这算是比较少了，太客气了是不是？怎么只来了这几件？但是我这次就是买了3顶帽子，费用可能就是比较高一点。我老公说你不要给我买太多，你买5000块以上就要跟我说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先选一下，然后选一选，老公那个可不可以8000块啊？然后不小心就下单到快9000，他就说啊，不是说8000块吗？我就说啊，就8000多啊，有差吗？克制之下，然后就买了这些比较实穿款，它还是有不同的设计，跟我觉得必买的夏天帽子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网站，我买了哪些东西。你看这网站上面马上就有好几个优惠，点进去会有更多优惠，有没有套装啊？3种帽子，夏天就是很需要这样子的草帽。你素颜的话，这个真的超好用的。再来就是我现在身上的洋装，蓝色公主洋装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它超休闲的。然后还有那个西装外套，版型好，材质好，其实说真的，穿起来就很容易好看。这件洋装呢，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因为直接穿很凉，有没有散状下去的版型，就是会无意间让你看起来是有显瘦又修饰的感觉。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口袋，非常大，手机塞进去就看不到，我很喜欢这个设计，随意飘的感觉，有没有就很美，就是穿个休闲内衣这样就可以出门了。又或者是里面搭一件短版 T 恤，这件我非常喜欢，还有一个原因。一般就是这样绕着嘛，但是这件呢塞进去，单边肩单的非常自然啊，棉麻材质它就是可以垂坠的非常自然，所以我很喜欢。本身没有腰身的人，它其实也是会帮你修饰，因为它就是这样散装下去。个人就是对这件大好评，随性搭个包包，这样也很可爱。搭个布鞋，超休闲好看，又有一点小性感的感觉在这边。后面拉长下半身的感觉，就是有这种抓皱。就会特别显瘦，它就是有两个扣子可以调整，想要穿低下来一点或是高一点都可以。这顶渔夫帽呢，不是那种头太小的女生才能戴，有没有？它还蛮软的，它又有一个定型在这边，所以我就觉得这顶真的还蛮不错的，这顶可以买，刚好遮到我要的感觉。素颜的时候啊，我就喜欢就是帽子就是这样遮到这么低的感觉。现在上面还有绑这个，还是有遮到就是这一个地方这样。所以这顶我觉得就是真的还蛮好看，我其实已经穿了好几次了，帽子跟衣服都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，里面要不要搭或者随便搭也都非常好看，然后加上戴个帽子这样出来，也可以算是我的素颜帽，搭什么包包都很好看。我夏天就是一定会买吊带裙，每年都会想要找那种新的吊带裙，不怕曝光又很修饰。包包怎么搭都好看啊，带小孩出去真的最方便。我里面就不要变换太多，大家可能没有像我一样就是这么的喜欢。那这样子呢是比较性感一点，搭个平口小可爱也可以，肤色或搭个白色都好看。再来下一顶帽子啦，这件什么配件都可以搭的感觉。这个帽子我觉得更必备，后面就魔鬼毡，可以调整你要的头围。这有好几个颜色哦，它戴起来形式还蛮好看的。它就附了一个这个东西，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，所以不会这么大面积弄到你的妆，可以直接拿下来就是清洗。你就弄在发际线的地方，其实就比较不会弄到妆。这个地方是蛮贴心的，这也还蛮有小脸效果的耶，蛮好看的耶。就有一种怎么样，你看不到我眼睛，看不到我眼睛，一半眼睛看，我的脸很小，看起来小小一顶，
但是它真的就是有小脸效果，我很喜欢。素颜你就戴个口罩，然后再戴个这个造型，还是可以很漂亮。你配件搭一搭，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单穿这个好像露太多。夏天不就是这样吗？小性感感觉，哇，礼貌的举动。棉麻西装外套可以防晒又比较透气，就阳光下其实是会透，但是它又不是透的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好像穿透视装的感觉，不会。型是真的还蛮好看，混麻的颜色在里面，这种就是非常好穿搭，可以正式又可以休闲。它这有非常非常薄的垫肩，有点虚无缥缈的垫肩，有些人就是穿那种就是有垫肩，真的就会挺得非常的棒。个人是觉得它挺得非常的好看，可爱吊带裙搭这里搭起来，有没有气势就来了，整个吹得还蛮漂亮的，是还蛮舒服的。清爽，戴着帽子随性绑个马尾的感觉真的就很好看，轻松休闲路线，但是又有正式感。我很少穿一件在身上这么久然后都还没换的。我妈进行下一套了吗？就忘记有下一套是不是？这个帽子我想要的原因就是它遮更多，加上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浅比较淡一点，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这帽圆就是更大一点，后面又不会太多东西，它这边有那个软铁丝，自己折成你要的感觉，圆一点的感觉。你们可以把它这样压低一点，都很好看，也是有遮阳到，这个真的还蛮好看。三顶我真的都还蛮喜欢，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三顶都买。还好没听老公的，还好没有太忍住，什么5000块，笑死了。哦，穿了这么久终于要换第二套了，公主洋装。她公主的感觉就是好像做有点样子的这种袖子，但是事实上不会非常的蓬，这种就是最适合那种直筒腰，隐约觉得哇其实你好像很瘦诶的那种感觉的设计，缩腰有到位就好的那种概念。这样子的 V 领它会帮忙修饰点嘛，整个排扣要拉多高就有多高，你也可以很保守的把它全部扣起来，但是那不是我的作风。 OK，我都不知道它是宽松的什么劲哎，牛仔色我觉得真的很漂亮，很软很舒服，棉麻织感的那种布料，所以就是还蛮透气的。继续遮我的脸，重点是它有口袋，我很喜欢，这边帮你 keep 住，很休闲的公主洋装。可休闲可性感，就可以很正式，又优雅了起来，完全可以搭很多不同的感觉，而且这件很轻，所以我很喜欢，颜色又是穿起来会很亮眼的感觉，很棒。夏天的外套都是防晒概念，一定要买。终于要穿到黑色了，这套装我穿可能裤子就是会稍微有点短，裤子又有一条线的感觉，这样有没有？这种线就是修饰显瘦，腿拉长，然后后面还有口袋。你如果想要不穿内衣，这件也是可以的，有那个薄的垫子在里面，不算是那种可以帮你托起的感觉。你想要就是看起来是利落，你可以穿 new bra， 要不然就是穿黑色的内衣就很 OK。比较偏长的，遮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太短，有点腰身，但是不会太紧，算是舒服的啦。垫子如果说你要拿掉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慢慢把它拆掉，不拆掉穿个胸罩就是这样子的概念。虽然肩带不可以调整，但是它不会太过低，也不会就是好像就是高到整个这样往上跑，其实还不错。搭哪种帽子就是都很好看的。渔夫帽就是好看的，真的就会很好看。
你要不要随便这样搭一下，稍微有正式感的包包，然后比较休闲的感觉，或是来个可爱的猪肉包，文青风格，像这样子的套装，任何配件都可以搭。西装外套全部都可以搭哎、欸，妈呀，怎么那么好看？我现在来讲我前面讲的优惠有多厉害。我跟你们说，再怎么买都要买超过2200，因为2200免运费，又是价杠的韩货，各个年龄层都非常的适合。它在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就是都有它的品牌。他四月的时候有住进台湾，我想应该就是真的还蛮多人看货的啦，因为就是他就是从海外来的。你订货呢要记得下载 EasyWay， 要做实名认证。除了我刚讲的2200免运之外，还有九大会员独享优惠，也太多了吧。会员等级很清楚的这个表你可以看，表格我觉得还蛮清楚的，赶快去逛齁。可爱到模糊的家伙又来了，拜拜咯。